超 C， 何非 C？ 世界大乌鸦。欸，下路那个美长羽会战的，欸，好猛哦！他不参与，他觉得不需要参与啊。这种事交给你们这群平民就好了。等 carry， 瘦子吧，哇！干满血，干满血。今天怎么会这么顺呢？加持，你要不要直接换他？因为他们有人断剑。大，没有大，现在才有。哇，超级近！我靠，你把他丢出来！我是你，你把他丢出来！吸呀吸呀！不行啊，吸不回来！我大，还有五秒！再一下，漂亮！哎，可惜，可惜！看喷汁，绿色的整坨都是。可惜五零，加持剥壳，加持好喷，好贵哦。可喜可乐，可喜可乐，可口可乐，你要丢了，不需要了。可喜可乐，鞋子也丢了，不需要了。你又真的白卡，把鞋子也丢了。2750哦，好吧，鞋子先丢。鱼竿要不要试？我一个人。他传送过来了，哎呀，传送过来了。谁？哇塞！杀！揍他！揍！他完全被救克。我觉得我去你们应该打完了，我去自然好了。不，一定会是我的。他在啊，又多一只。哎，他没摸，可以硬打。有机会。好。转他！转他，毒龙转。摘下。我哥拿。回来。摘下。有了，漂亮。什么？还跑掉了，天哪！钻石他！哈哈哈哈哈！我问他啊，我的振奋终于出来了，我想把振奋换掉。EZ 大绝 ，EZ 哪里有 EZ？ 没有，我单吃小龙，单吃大龙啦。我有办法单吃八龙啊？不太可能吧？我伤害应该不够，伤害不够吧？嗯，你做 CC 哎。那魔会干。SQ 的，我加持吃到蓝了。嗯，我加持没有标记到。嗯，他们家要爆，原来是被超级小兵打死的。哼。哇，我加持杀人耶！ Yeah， 有助攻了。放五个血就有助攻。哇，他真的是上一场提魔吗？小龙好硬啊！都没有血了，他玩到本命角了。不管，我一定要出一个吸血的，吸血输好了。杰西扬奇，杰西扬奇，阿姆斯特丹，肾衰竭。勒布朗毒，一则瑞尔爆，二爆好笑。哦，啊，小龙跟八龙白点可以修复哎，怒角闪现，知道可以修复啊，就是要自己修啊。我等下一版改，要怎么修啊？就是按程式修复好了，程式修复。嗯，你说 L 二帮的更新档吗？对啊，雷兹过去了，雷兹过去了。我大绝就不用怕了，我超吸超回，超防到你了哈！完了被沉默，不能开大，惊人！哦，吸回来，吸回来，死了，吸回来，没有吸回来，来不及，真不好，吸不回来，完了！哎呦，加持，我中了一个，啊，加持刚刚被击杀了，可惜，没关系，他们应该也没什么能推 ，OK 的，看有没有人会来自杀。我这小叔要出什么忘了？要出吸血书，吸血书没错，远古战魂，先出吸血长灯，等签。我要出时光还是振奋啊？去吃八龙，我就有钱了，耶！我出哪个？他们要去吃八龙，你出冰杖，你有出冰杖吗？我出啊！加持，他们要去吃八龙啊！那你就出那个啊！你现在血量已经够多，你就出那个啊！振奋，振奋，加持我来了，跟他换位。
哇，来不及了。可以把粉丝送为珍贵的粉丝哦。先揍他就对了，没有错。我win了 ，win 了 ，win 了，粉丝。为什么我看到？我们不准做加持。粉丝的选项里面好痛啊你！粉丝选项里面有一个珍贵的。忠孝东路西恩。忠孝东路西恩。耶，这亏惨喽。直接直接砸进他家，砸进他家里就赢了。他有一只手拉卡。他们有三十秒，我们三十秒可以打进他们家。他在哪里？在这里。他打这个吗？手拉卡在这，手拉卡在这。怎么？直接大本营啊！大本营吗？跟他玩一下，跟他玩一下。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哇，他好稀哦！哦，有点稀，有点稀。哎，不对，金人啊！稀得回来吗？又有半点。没有人来，没有人来！快跑，快跑，快跑！我要死了！稀不回来，稀不牛仔，要狙了，要狙了。哎、欸，没有，差一点，可惜。我刚应该不要跟他玩。哦，哎、欸欸，你在卡我，你在卡我。没关系，好玩，反正我明定了。差不多是。不行，我自己。我要去结束这场比赛了，拜。去啊！你们加。活了。Show time。没有复活了。不是这个出来了。哦。哦，好快，好快！出来了，为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连喷枪都出来了。哎、欸，为什么我的蘑菇点不出来？啊！敢跟你打、欸，你加了一堆物防。你干嘛不穿鞋、啊？哇！哎、欸，有个人加335。哎呀，不需要了，我就是开大，然后进去哪里啊？进哪里啊？好痛！开大进去就站着了。加持好痛。哦，当个创世神。哦，呼去哪里啊？我传送，传送，传送雷兹，想叫救兵啊！照杀！哎呦，好痛啊！杀他！来跟我打啊！杀他！你一边说来跟你打，然后自己跑进草丛里。啊！杀他！我可以帮你补血。哎，我遇到小兵了，快跑！我在路上，我在路上。好，帮我补血。我要揍他了！热，好好好好。他也有人，他也有人。他有补血的。你输定了，你输定了，你输定了啦！哇靠！真的假的？我快到了，我快到了。哪有人这样玩游戏？哎、欸，你怎么还在？哎、欸、哎、欸，你受死了！哎、欸，不对，你被抓了，你被抓了。是我抓他还是他抓我？哈？啊？我两个人可以吸血。哦，你要惊人了！被沉默了。我帮你补了。卖照。Yeah低麦照，他好痛哦！低麦 get， 我有了，杀到了！哇哦！低麦照，我晕到后面那个，他怕了，他怕了！哇，在救人啊，在救人啊！啊！先杀我就完蛋了，你走进去就好了。不先杀我就你们就输定了！喂，真的假的？是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哈！我是满血，没有人打我。那不是你。天啊，太好笑了！吸血梭好强啊，吸血枪。我也要出吸血枪，但我开了大就一直回血。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破啊？怎么攀升？他要打这个。大瑞文化部门。打摩根纳门。大瑞文脚底。说辛朵拉拉。哦，好快啊！没看那么快、啊欸，雷兹要活了，雷兹要活了，辛朵拉拉链好可爱、喔哦好哦，插一下、啊，呜呜呜，带我的鸟去啊，暴走暴走，哎、欸，赢了，真假的？怎么赢了？有点猛，欸、你眼也没在插，把眼换血啊、哎，快跑啊，你没有魔了，你不行了，没有金人了，哇，我们到底要打多久？哎、啊欸，我出了金人，好吧，啊有钱出血，金人你。鳄鱼王，血要出什么嘞？武术？你鳄鱼回家，金人会摔下台子哦。摔下台子？嗯，你那个跳台啊？对啊，它会掉下来。我会坐在上面。我知道去突破了。好，去吧。我需要足够是、欸。哦，六七五。然后没有雷兹。走，干。血呢？
我们偷偷潜入进去，发现敌人，发现敌人，好好走走走，啊，先炸这个，先炸这个。我被发现了，我被发现了，我是右，我是右。他怕你。不，我只是个索拉。贪生怕索拉卡。这是我的兵，这是我的兵。因为索拉卡看起来太绿了。我出乌防鞋好了。这里有没有鬼啊？哎，有鬼，有鬼！小飞侠，别跑！哦，还是可以绑。最后一定要把鞋换掉。哎，往后拉，往后拉！大魔王雷兹来了，在路上。他们打我没伤害，我们等加持，看他要不要来加持一下。上路一大坨币。哦，哎，没有弄到，哎，弄到了。快别沉默，快别沉默，小心！哦，好痛哦。Your boss is coming. Yeah, that's me. 杀雷兹！就是我，站在中间就对了。站在中间，站在中间开始。啊啊！啊出屁啊！还是输了，笨蛋！笨蛋！我的加持被秒杀了。加持在干嘛？加持被秒是吗？加持不是说不会拖这么久的吗？那加持下下就不见了。我想一下，怎么怎么那么快就死啊？被拖了。是，你有开大吗？雷子接你啊！是没有办法开大、啊，没有模仿，是被挑飞就死了。啊，我买一只进阶的视野图腾，等一下要插。已经是被接在一起。太神啦、啊哦！我们加持还出好战者，你出好战者还被秒杀？我刚刚才换的。哦，我想说你出好战者还是雷兹吧？雷兹超痛哎、欸！有啊，他满装了，快了。他十八九十六哎，比较凶哦。我们应该要出多出惊人惊人战队的，鱼干你屁事！鱼干你屁事、啊！有人打的、啊，你有权利变他。我们要推中路的，对不对？欸、有啊，我听到音乐了。音乐，你点音乐？为什么？哎、欸，他吃不赢，他吃不赢，他吃不赢。我听听看啊，为什么会有音乐？这没办法打了，为什么之前没有？好像可以，但是音乐是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啊有音乐了哎、等一下我看到 suck 啊我不敢念你的 ID 走喽记得到 Facebook 密我密我私讯给我我们差五个人好像是五个吧就有新表情了就有新表情了好我要去私讯你。有人偷袭大本营吗？绑到了。哎、欸，有人跳了，有人跳了。那就秒了。有人来自杀了，有人来自杀的。后面，我被射啦！我拖住他们了。在努力啊。哦，很大一只，很大一只。努力的回血中。怎么这么硬啊？为什么会这么硬？我在努力的回血中。我也很硬，我也很硬。我要没抹了，我要没抹。让我回个魔好不好？我刚好像把这点就把你给毙了。我就刚才都，没拆。那潘森跳大闪现。潘森掰啊！潘森他不是潘森，不是潘森加持，加持掰。干嘛？哦。I lose. Shut down. GG. 快吃兵，快吃兵！我的技能还有半条，我要让他出来。技能还有多久？没了。技能还有半条。就这边一直护 Q 好玩吗？他一直 Q 啊，我就站着啊。我一直 Q 啊。真的给他 Q。你们两个。地球人人有责。哎。当一队。当我们这队有两个比我穷的时候，就要说我很有钱。天哪！天哪！
天哪、啊！用最后了，科学大飞侠烧了。我好有钱呢、喔，我比斯沃还有钱呐、啊！没道理啊，为什么我这么穷？到底是为什么？道理啊，我36个助攻啊！我先关台喽。嗯，为什么会穷成这样？我先关台喽。七胜一败啊！关台喽！等一下，等一下，干嘛？关了吗？还没，怎么了？等我一下就对了。你要推直敌啊？我知道他干嘛了。你也有直敌啊？还有，大家都有直敌。人人有直敌，人人有责。哦，今天好顺呢、啊。连胜，文啊？什么？文章啊？经验七个人，连胜文。到底要干嘛、啊？阿俊，我知道他要干嘛。我等一下嘛。他要用那个啦。那个。他说。是那个。阿金要变身了。我没有耐心。超级赛亚人，是你。阿金要唱毛毛歌，怎么分手人呢？阿金要讲心事，是网页要开着是不是啊？我网页现在开着就有音乐，他要跟大家一起讲心事，被发现了发生的事，新北市。哎、欸、，Facebook 又当掉了，为什么？怎么会只有我？有吗？欸、Facebook 正常嘞。我的当掉了，进不去了，有嘞。有点慢，今天 Facebook 很慢。还有人密我，问我要不要买女鞋，什么鬼？问我要不要买女鞋？为什么会问这个？为什么？直敌想舔我吗？在讲什么？人家打的啊？怎么弄？繁星星点灯，然后说繁星。Why？阿金在干嘛、啊？凡金球崛起，769人在等你。这是怎样？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未定。Why？ 我茄子。Why？ 我已经疯了。哇，好大声！长颈人出现了，长颈人出现了，快点说，远人要命的王国。所以是阿金也要订阅啊？不要。把这个波肯就没有用啦、啊！把什么？研究一下，怪怪的。没关系，所以我来找个东西。找到。对，可以关台了，拜拜。什么？你在什么？你要耍观众吗？你耍了人家两分钟、啊。我努力、欸。不行，你要负责。不行啊！讲点什么？说点什么？安奈他们。所以要干嘛？讲点什么？我知道他要干嘛，可是哦，你要那个哦。你要干嘛？不然别人弄、啊，他要那个，别人帮你弄哦，别人可以弄吧，地球人可以啊，地球人可以弄吧，弄什么？我还不知道他要干嘛、欸，就是阿静教你们用的那个啊，对啊，哦，要弄要讲什么？随便你啊，喜爱听的那个啊，繁星臭，不要讲如此那个啦，有人说繁星臭，繁星臭，哎、欸，你小心被编掉，臭性骚扰。繁星臭，他说繁星臭，繁星臭，为什么阿金不能用？说有人说阿金，知道啊，出哎，阿进进出出，阿进进出，什么东西？好吧，那只好阿金骗你，只好阿金骗你，换台啊！不要再繁星臭了，你只好开这张图给大家看了。什么？只好开这张图给大家看了、其他人不能弄吗？我的好像也不行哎、欸，为什么？怎么大家都不行？我没有那个声音，我不知道什么。嗯、你不会直接贴在你画面给他们看不就好了？你应该把它贴在聊天。啊，我还要下载，还要截取，还要放上去。好啦，那就、哦、这句好麻烦。拜拜拜拜，这句好麻烦。拜拜。好啦，我再下来。拜拜。然后把这张当为了大家，你把它放在桌面呢、啊，每次都会看到阿金片。大家都知道啦。有啦，喂，啊，晚安，拜，拜拜，拜。